便以灵魂代表他，我们称其为性脑。因其没有生灭，也不会毁坏，也称其为真我。此真我乃是最富足、最圆满、最光明完，永不不朽。现在我们来生一看，看得见、摸得这有形有相的肉体，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，我们就可觉面貌是实无不在化。门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，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。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，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手或脚，仍是好